那个人总得了什么病？像我们的 QQ 飞车一样。试玩一下，英文读稿，查时间会是的。这是失落的手稿里面的关卡。因为我是极限没跑过，然后影片就到那边结束了。那英伦古堡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。然后记得门那边，就是那个门嘛，旁边的墙壁没有。门那边有一个进道。好，那你要拜拜。